黑夜伴随着邪恶降临，仁川大桥雾气缭绕，能见度不足5米，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车祸，而且还是连环的那种。桥面很快被事故车辆占满，特种运输车也不幸中招，里面的实验体消失无踪，运送队伍立刻采取行动，屏蔽该区域所有信号。青瓦台安全部部长车政员也被困于此，女儿下车溜达，发现一只奇怪的狗不停地用头撞护栏，外套上印着一九，似乎是这只狗的名字。她尝试安抚，被赶过来的车部长阻止。一九见状远远地跑开，车部长去找运输队了解情况，结果反被铐在车上。研究员打开电脑，原来不止一只狗，而是一个汪汪队。该项目名为寂静计划，研究员启动诱导装置，汪汪队立刻奔向运输车，但E9比较特殊，没有受到影响。直升机送来新的轮子，将汪汪队全部拉走，现场只剩下一只E9，它不受控制是因为芯片掉了。眼看同伴被带走，E9展开营救行动，一跃进入直升机内部，将飞行员当场咬死。汪汪队着陆，直升机坠毁，螺旋桨在吊桥绳索上不断摩擦，研究员面露惊恐，汪汪队彻底失控，冲破牢笼袭击桥面上的人类。车部长带着女儿和研究员逃跑，顺便救了个拖车司机，飞机残骸落在桥面上，旁边恰好是个油罐车，逃跑路线被彻底封死。汪汪队开始朝他们这边聚集，研究员道出其中的秘密，原本开发的是特殊救援犬，能对人类声音做出反应，在军方的逼迫下重新编写了狩猎程序，换句话说，以前是学生救人，现在是学生杀人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汪汪队四散逃跑，几人立刻撤离，与其他幸存者一起躲在公交车上。先前的爆炸只是引子，紧接着是对应连环车祸的连环大爆炸。随着一阵剧烈的摇晃，桥面从中间断裂。车部长安抚大家的情绪，救援队伍到达现场，成功与车部长接头。路上并未发现汪汪队，车部长比较保守，在汪汪队没有被消灭前，撤退是有风险的。跟指挥部那边交流了一下，有全副武装的救援队在，问题应该不大，而且人撤走了，清扫工作才能无所顾忌。研究员没有动，那是他开发的狗，他最了解，压根不是什么逃跑，而是躲了起来，寻求最佳狩猎时机。可大家都撤了，只能把他一个人留下。车部长采取强制措施，在救援队的保护下，众人朝撤离点出发，全程小心翼翼，不敢发出声响。研究员一个没站稳，倒在旁边的车上，警报声响彻大桥，大家立刻紧张起来，还好没遭到汪汪队攻击。调整好心态后继续出发，可没走两步又响起警报声，这次可不是研究员搞的，救援队前去查看情况，另一边又响起警报声，是谁故意捣乱呢？活着的人都在这儿，除了汪汪队还能有谁？前去探查的队员遭遇袭击，汪汪队伴随着警报声冲向人群，目标很明确，手持枪械的救援队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现场惨不忍睹。车部长一愣神，失去女儿的踪迹，面对冲上来的恶犬拼了命的抵抗，拖车司机就躲在旁边的车下，朝他摆了摆手，然后双眼一闭开始装死。车女儿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，情况不容乐观，司机的假死没有持续太久，爱犬不知天高地厚，冲着汪汪队不停吼叫，那模样差点给汪汪队整不自信了。车部长趁机营救女儿，两人暂时脱离危险。不远处有辆大巴车，车部长让女儿躲在里面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他得回去拿对讲机，将这里的情况汇报上去，顺便捡点武器防身。研究员也躲在行李舱内，这对车女儿来说也算好事，最起码有个伴，不至于太孤单。行李舱太压抑，两人前往车厢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研究员讲起了汪汪队的故事，E9是名副其实的老大，其他狗都是E9的克隆体。从某方面来说，整个汪汪队都是E9的崽，实验过程中牺牲的那些也是，所以这不是狩猎，而是来自母亲的复仇。与此同时，车部长找到幸存者，制定出一套车队方案，寻找还能开的公交车，向断桥点靠近。指挥部方面进行配合，派出狙击手猎杀汪汪队，但这套方案行不通，现场有很多记者，如果拍到变异的汪汪队，先不说引起恐慌的事，政府该怎么向大众解释？指挥部的建议是悄悄撤退，然后作战人员入场清扫。车部长早料到会是这样，提前把寂静计划告知幸存者，这样一来就没掩盖的必要了。车部长等人来到大巴车附近，研究员突然发难，挟持车女儿不给开门，汪汪队随之出现，好在他们手里有火把，动物天生怕这个，司机更是玩起了杂技，逼得汪汪队节节败退。车部长再补上一枪，终于将汪汪队赶走。车女儿趁机挣脱束缚，几人立刻上车，司机二话不说对着研究员就是一脚，都这时候了还不拧成一股绳，真是自私妈妈给自私开门，自私到家了。按照车部长的计划，下一步是向断桥点靠拢，但问题是没有车钥匙，这也难不倒司机，他就是干这行的，随身带着一串万能钥匙，车的问题顺利解决。
在一阵欢呼声中，车辆驶向断桥点，距离目的地10米左右，汪汪队再次出现。车部长通知指挥部行动，可惜没得到回应。既然指望不上别人，那只能靠自己了。原本是要用研究员做诱饵将汪汪队引开，但车女儿有个更好的办法，全部躲进行李舱，用声音进行引诱，等汪汪队进入车厢后，利用机关把门关住，然后他们从行李舱出逃。受伤的老奶奶在此过程中去世，老爷爷不想苟活，留下来断后，让众人顺利逃脱。汪汪队算是被困住了，可救援队在哪呢？车部长终于醒悟，指挥部考虑的只有政治，他们的死无关紧要，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想活命只能自救。断桥这边走不了，那只能去冲另一边的火海，交通工具是个问题，大巴车被汪汪队占领，司机的车在附近，但钥匙在大巴车上。研究员有个好办法，可以启动诱导装置，让汪汪队重回牢笼。众人做好准备，各就各位。研究员启动程序，高尔夫球手击打车窗，汪汪队冲出大巴，车部长坚守阵地，司机趁机去拿钥匙，结果跟一九打了个照面，空气顿时安静下来。他拿上钥匙就跑，一九瞬间超越他，将研究员扑倒。关键时刻，桥面坍塌，一九放下研究员去救自己的子孙，车部长也命悬一线，其他人赶过来营救。车部长出言提醒，桥面随时会断裂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其他人停住脚步，但车女儿却没有放弃，不顾危险前来营救。两人之间隔着一九，车部长让女儿撤退，女儿却不听劝，继续往前冲。因为外力的介入，桥面的平衡被打破，再次下坠一截。看着孩子坠入大海，一九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。车女儿跌跌撞撞地来到车前，赶忙挂上挂钩，示意司机行动。司机把油门踩到底，终于将车拉了上来。这一幕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桥面全面坍塌，司机踩着油门的脚就没松过，众人与死亡赛跑，终于回到安全地带。然而路途颠簸，把挂钩震落，看着空空如也的后面，气氛顿时悲伤起来。好在没有持续太久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车缓缓进入视线，车部长和女儿捡回一条命。死里逃生的几人来不及庆祝，继续向前行驶，前方人头攒动，几人如释重负，这回终于安全了。正好媒体都在，车部长公开政府的邪恶计划，研究员出面证明，可公布真相有什么用？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，大家乐呵几天就会将此事遗忘。这届领导下台，换一帮人执政，继续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。但谁都没想到，汪汪队并没有被彻底消灭，一九救下了孩子。看着远处的断桥残骸，复仇的心变得更加坚定。寂静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支持一下。我是登登，我们下期见。